你我之间的相遇是偶然的，但我们的相遇却是必然。最为期待的还是二位朋友捏捏肩吧，让谁来完成呢？那就只能是李红叶老师。我惩罚你多放点蒜啊！我不能不放了。真的要放吗？我放，我放，我要开始学全力了。一二，真棒！怎么样？哎，来，我准备好了，带不动，哎。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门前看雪落，门后看镜子。我有一座山庄，名叫雪落。哈喽，晚安。录制结束。你这样很不雅，你知道吗？这样。我还会，你坐，你坐，我不会。山羊吗？山羊吗？山羊。感觉怎么样？还行吧。360度掉下来，360度。你就给我拍一张，行吗？3、2、1。我们俩一人膝盖站立着，暴力不了。的特调饮料，我都推荐了。你好贵，这个感觉不错。你好贵呀，这个真厉害。雷无杰哭得像大宝宝。不是，哎，天哥，你看我给他拍的这张，给我。哇哦，是什么呀？然后红毅的这张不帅。我就不用自我介绍了，来，下一位，笨蛋。你溜狂暖吗？比较虚弱，你把暖气给打开。那你在网上搜什么？快点！不要是他，不要是他，麻烦。还挺帅，哎，老儿童这个角度巨帅。儿童，儿童，哎，我在。就是干脆一点，走。